实事求是，对不对？什么分析啊？你找出事情的原因道理，对，比方说什么？昨天东森不是有一个说什么？为什么没有刹车？对，为什么会就是那个把死了？为什么会倒退路的原因，对不对？新闻台都很喜欢把事情抽丝剥茧，一个一个分析出来嘛。你这样的一个频道啊，你还哎，我们看看今天的星座啊，哪些人今天会捡到钱？这哪些人啊？这个女孩子要穿什么颜色衣服？哎呦，对不对？这自相矛盾，大嘴巴了。还有农民历啊，城市人没有在看农民历的啦。那乡下人，因为农民历有些还蛮文言的，你有没有觉得？农民历都很中国的嘛，祭祀、嫁娶、什么遗传，他们看到这，他听都听不懂，嫁娶、遗传，什么？他还要去查字典呢。城市人，农民历，城市人不会看农民历啊。那乡下人就直接去宝贝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宝贝比较快，喝符水，所以农民历也没有什么意义啊，没有什么意义啊，不符合我这个不符合一个你这个新闻台的精神嘛，你新闻台不是就是要什么都是要找出它的道理，找出它的条理。找出他的原因，你这，